开箱泳衣 Airspace 的，总共有五套闪亮包装，有没有？它的哦，袋子也很美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满1680，然后就有送这个手机防水套，游泳刚好有没有可以用，蛮漂亮的，可以挂在身上，包装都还蛮漂亮的。好，游泳完要带回家的时候就直接放在里面。花色都我自己选的，有很多选择，你们可以自己去逛。单色的都还蛮多的，然后这个是它的粉肤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美的。他们推出有专利的款，就是可以让你胸部 up 的那种专利。它的内里有心机，紫滑的，然后它有那个厚度，让你胸部 up 起来，整体质感都还蛮好的。它每一件都有，等一下来看穿起来效果如何。它有这个饰品的这一个选择。好，它有这个就是弄在袋子上面的，一边孔比较大，一边孔比较小，这样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指滑调到哪边，就不会一直去动到它，就对，要去拉它，然后再这样绑起来，移到你想要的位置，它不会一直动，这样品牌质感还蛮好的感觉。你可以选你想要哪一种，质感还蛮好的，好像在旁边有也还不错呢。我看一下它的小裤裤，都有尺寸选择，同是这种的，我觉得还蛮赞的。每个人的骨盆宽不同啊，就有些比如说肉会挤出来的感觉，像这个的话就可以调到适合自己的，这种我就还蛮喜欢的，确实质感整个就是都还蛮不错的。那个不同的经验也可以换到这边呢，有没有？这一套我觉得这样子配好美哦。好了，那我要去试穿哦。这是穿起来的感觉，我还没有真的瞧好，现在旁边都还有一点肉，瞧好之后，我觉得我尺寸应该再选大一点才对，因为你看侧面。有没有很挤？好，那总之就是它可以帮你很 up 就对了。确实，它就是一个还蛮有效果的泳衣，就是没有垫任何东西的时候。这是其中一个穿法，然后它另外的穿法就是变成是这样的感觉。这个尺寸真的有点小，这是另外一种穿法，看个人喜好咯。搭瓶口，或者是有没有这边有稍微露的这样子，比如说这样的衣服，然后去露出这样子的感觉，还蛮不错的。我觉得绑到前面好像也可以耶，自己发挥。有一个人手帮我拿的非常的酸，到前面这样的感觉，这样两条，我觉得就看自己想要怎样的感觉吧。这样绑又是一个挤出一个爱心，可以帮你挤得很大。侧面有吗？我有看到他一个示范，就是把这个饰品放到这两个中间。但是这个要怎么弄呢？就是把饰品弄到这边，然后再把这个袋子穿回来，在这边变成一个袋子的感觉。但是他又可以这样子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会，所以就先示范一下这样。因为它一边大一边小，穿过去不是蛮好穿，就是用一个尖尖的东西，把它这样子捞出来就很好捞。不然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麻烦，但是这样就很快。头的地方这样子稍微刺一下，再穿过去，我觉得会最快最方便。就是这样。OK， 就可以让整个泳衣更有质感。这样子就变成它可以看成两个，然后再把它绑到前面。小心机、小变化，你可以另外再买它的小饰品。如果想要这边也有亮亮的，也是可以。就是一个很多造型变化，然后又可以让你暴露的这场穿就这样，就是很棒。旁边这个小五金有亮亮的感觉，是还蛮美的。好了，我们准备要去游泳池了。看香香好了，香香超可爱的，香香，哈哈，它超可爱的。这个是泳帽，现在真的是东西很多。我要看你背后，看你背后。什么叫泳帽？转过来。有吗？对对对。那走吧。Still trace the shape of your silhouette long after you've already left the bed. The way you look, even the sheets can't forget.
我刚那一套我发现就是下水的时候玩了一阵子，它不太会移位，我就觉得真的还不错。这个深色的呢，火辣感会更明显的感觉。那个泳衣确实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。这个花色好像没有下半身，它有很多下半身的选择可以搭，白色可以搭就很多。好，我来试抖一下。如果脱紧好像还是会一点点啊，但基本上就是还不错。它里面搭这件，这样子还蛮好看的。就是穿搭的话，就是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。好像这边感觉也还不错。现在就是换这个颜色，然后这是有点紫，有点花，跟带那种变形虫的那种。光是这样，它就好像有一点点唾弃的感觉。C 型独家衬垫，就光这样拉起来还没有翘，它就开始有暴露感了吗？还蛮厉害，就是拍照的时候会爆到不行的那种感觉。变形机敲奶神器，也太爆了吧！真的很夸张哎，有没有？真的就是整形机。它这材质真的是还蛮扎实的啦，一般衣服用力一拉，然后不是会有线断掉的声音吗？刚用力拉都没有听到那个声音，就是对，很牢固。这款就不同了，这样的设计真的就是很柔美的感觉。这个颜色我觉得真的还蛮可爱的，一样还没调整就是这样子。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喜欢这么爆，就看自己喜好调整。它就是一个乔奶神器，就是有需要的人的话，真的就是随便就很爆，真的是很厉害。爆到我都有点爆汗了，有点豆沙色，然后有点粉橘粉红的那种嫩色，就还蛮迷人的感觉。我觉得就是这个颜色，真的还不错，简单又可爱。Life is a mix of happiness and pain. 早安。The sun will shine again. When times getting harder, you gotta be stronger.Can do a greater deal together, babe. Sweet and soul music, la musique de l'âme, funky music, et quand je joue de l'âme. So let's stay together. The train is coming. 好，我现在试穿最后一套，这个我要教大家怎么，就是自己穿上比基尼，就是稍微分享一下，先把它倒过来，把它放到后面。就自己前面先绑，这样子就够紧，然后再转过来，这样子绑就超紧的，再这样子自己绑，很简单快速，也不一定要人家帮你绑后面的。这一款真的整个很海岛国家哎，就穿上去比想的还意外，就是更好看，已经爆到不知道又要往哪边放的感觉了。这款配那个饰品有没有？看起来就更亮眼，整个觉得这个质感非常好哎。侧边就是有没有一如往常的爆啊？莫名就会很亮眼的感觉。好了，再来去泳池。现在这套在外面看起来也还蛮美的吧？你最喜欢哪一套？每一套，第一次选了橘色这套，所以每一套都很好看吗？要看有，他说每一套都很好看，是这样。